中国我所采取方。商，一切从商开始，解开中国的谜团到底。商是一个冷峻的王朝部落，一个封闭循环的容器，真决定格，焚烧奴隶，永远惊恐有神，烟雾弥漫，活的是冷血，难的是冷子，把一切交给占卜守命，千万不要用商业流通，又商又量信用它，一般人一般鬼的社会，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走，直到今天能被乌云笼罩，我赐予周商人的后代。